喂，马哥，翻嚟，欢迎嚟到星期一有无穷之无穷时间， yeah， 哇，有 Jason 仲喺度，好嘢，系啦，哎呀，阿嫂喺度嘅，等等啊，我哋个画面，冇事，闪咗下。系咯，阿John嗰个位置吉咗，你点咩？嗰度空吉咗个位置，好吉啦。系啦，咁啊，上两个节目大家都睇得好开心啊，非常开心，开心啦。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好开心，都会开心啊，都会继续好高兴嘅。咁咧，但系首先咧开咗个头先，咁啊讲咗今日煮咩，跟住入去煮完咧就可以慢慢倾偈啦。大家又你冇顾净系顾住倾偈，老板想唔想等你？唔系咯，你有冇问过老板啊？我有讲过话食声宵夜嘅，一齐食嘢。你真系连做个节目你都真系唔肯食。我系特登整佢嘅呢啲。系啊，大亨啊，大亨喺度介绍完啲主持啊，都先介绍咗个嘉宾先啦，扑你个街。系喎，屌你老味，你可以劲喺度饮。我介绍咗今日煮嘅咩食，我屌你！好啦，唔系首先再，唔系个节目可以做错啊嘛，可以啊，今日劲啊，今日嘉宾做啦，真系你劲捻到爆炸！有料，我哋 friend 打料取嘅老板 Jason， 好耶！欢迎 Jason 嘅合作伙伴啊，仲有三代桥多啲落去帮衬啊，大家，好啊，咁啊。有阿John啦、希拉里啦、英姑啦，咁啊今晚有太子同埋护士姐姐嘅，班人就处理紧，一间都会坐出嚟噶啦。PC delay 不过期待，等多阵，好快。咁今晚会整咩咧？今晚纯粹系行个街市见到啲橙子仔，好似几新鲜喎，咁就买咗翻嚟煮嘅。系，咁知道你又开 party 嘛？系，重量级嘅人马，谂住食好啲啦今晚。重量级嘅人马边个啊？就系讲多次咯，嗰个你老细嚟咯，我系我啲老细，我啲老细是系啦，咁所以今晚希望唔好失手啦，因为失手唔怕，嘢就应该切晒噶啦。咁因为头先见到一个西厨，但系今日中餐做法定是照炒成子。所以我惊，我唔敢班门弄斧，会濑嘢。咁整日餐啊？咩啊？咁今日餐？日餐更加唔好整住。如果今晚要整嘅，都改题目啊！即刻，唔会整嘅餐住。系啊，你老板喺度啊 ？Man 真出嚟啦！我喺度守下。哇！咁耐你先出嚟嘅 Man 真，你头先应该听咗好耐咯。有冇同 Jason 打过波啊 ？Man 真有冇？冇，冇遇到，未，暂时未遇到。咩真都而家好落力嚟打波，我系咩？啱啱上个星期都打完波，系啊，咁啊，小威成日咁快啲整完出嚟之后，就慢慢找货金数啦，系咪？系咪找货金数？我点知你啊？你冇唔系个牌头你开嘛？唔系啊，你可以闹，你可以你闹我嘛？你话咩咩得？系啊，你话收到货金跟住就。有冇人想睇屌话飞嘛？货金我先闹人啫嘛，收到收到啊，收到啊，咪收500蚊咯，系咯，就开咗个头，就系话开咗个头，跟住就即时开心翻嗰啲咁样啦，系咯，系啊，所以你可以随时闹佢啦，系啊，可能主庆嗰时就唔系咁闹人都要酝酿下，要谂下谂下闹啲，有杯酒闹人唔可以乱咁闹嘅，咁闹人都要谂一谂点闹鸠佢嘅，要闹鸠闹到佢无地自容先紧要啊！哦，咁依样要嘅，闹人系为依样嘢嘅啫。唔系做乜闹佢咧？哦，咁样啊？哇！唔系啊，闹人系咁样啊？唔系，咁你要闹一个人，咁你但系你有冇谂过下巴对象系你啊？我知啊。系啊。唔系啊。咁你又讲俾我听啊？系。既然你想闹到你无地自容，你觉得有咩系咩都得噶啦？我而家好贴嘅，我系好贴嘅。呢个系废说话。咁你作为个下巴位。你亦都知道你需要承受嘅嘢啦。系。咁你觉得你最错系咩啊？唔识做人啊！唔识做人。系啊，唔识做人。阿 Ken 咪败走啊！听日仲要翻工开铺啊！佢所以走先啊，同埋佢都冇车，佢而家唔揸车嘛 ，Ken。系啊。系啊，夜啦都好两点啦。阿 Ken 一早又要成日开翻工，系啊，辛苦啊！你觉得有啲咩人？有啲咩无地自容？其实你踩我已经觉得我唔系有啲咩无地自容？你有啲咩系错？有啲咩系错啊？你唔错，我唔会闹到你噶嘛。因为你唔错，我闹你就净系
得個鬧字。夠鬧。你咪粗口要連續爆發五分鐘咧，我相信我做到嘅。嗯。但係冇 point 啊嘛。夠鬧冇啊。啊。咁但係大家。但個問題係，咁你有咩錯？嗯。你認咗先啦。又冇大冇細啦，又人情世故，人情世故又唔識啦，又唔尊重，唔識尊重人啦。其實簡單嚟講，又唔識尊重啦，又冇禮貌啦，夠唔夠啊？夠唔夠題材啊？主要又渣啦。唔係嗰個問題唔係夠唔夠題材啊？題材你一個 point 我都可以鬧到你仆街嘅。好難。哎，個問膽先，個問題，個問題，個問題係，你又係好多嘢啊！個問題係聽人講嘢，鬧我鬧人，當然係要找貨金啊！咁但係個貨金俾 Jesse， 你認清楚點解要貨呢個金係嘛？嗰件事係你做錯咗啲咩？咁你覺得冇咪冇咯？有係嘛？有做錯唔係，我從來都冇覺得冇做錯。咁你錯啲咩啊？我咪問你，你錯啲咩啊？錯啲咩？講錯嘢啦，講嘢唔經大腦啊，成日口快過腦咯，跟住講完出嚟又最慘，唔知道賴嘢啦嗰下，跟住冇即時去補救或者道歉咯，依樣嘢做得做錯咗咯。咁啊，道歉嘅時候又表達唔到嗰個誠意咯。跟住所以就系啦，就咁大件事啦，搞到好沉重啊！突然间，啱唔啱啊？你觉得系咪仲有冇漏？应该仲有漏嘅。啱啱梗系唔啱啊！屌你！开始屌你嘅，开始屌。如果咁捻简单，即时就原谅咗你啦，仆你个街。好啦，你要屌五分钟啊？唔係要屌五分鐘，你屌啫，係咪啊？屌五分鐘嘅，中意係咩？如果要屌五分鐘，炒數我屌到五分鐘，我屌人屌好撚啊！真係啊！唔係，等我煮咗啲嘢食先。唔係應該冇心機煮就大次，落咗糖咯。哦，咁啊唔得，咁啊唔得。呢個係我炒數嘢啊嘛。係你憑乜撚嘢係你去煮完嘢食，係因為你嘅心情，跟住令到要我去等你。煮完嘢食我先屌鸠你啊！你傻捻咋？咁你想屌我先？屌紧嘢啦 ，OK。屌紧。听到啊！你开始屌紧。听到啦。唔系你要明白一件事啊嘛！你要明白一件事啊嘛！你做错系你做错啊嘛！嗯。你要人原谅系要人哋原谅你啊嘛！系。唔系你觉得你做咗一样嘢，你觉得人哋应该原谅你啊嘛？嗯。你做任何嘢都好，人哋唔原谅你就系唔捻原谅你啊嘛。系，所以你首要知道就系你做错乜捻嘢嘛。嗯。由三分钟到到而家八分钟，我问你嘅就系你知唔知你做错乜捻嘢啊？今时今日，即时都仲未原谅到你，嗰个原因系你头先嗰啲说法，你所谓嘅诚意。你所谓的基础，屌你啦我，你都冇谂诚意过，咁谂嘢叫诚意啊？那个诚意唔系笑笑喺个节目度讲一句我知错嘛？系，你系要认知嗰件事，你做错乜谂嘢啊嘛？喂，望咗节目，当然啦，冇可能讲句唔好意思啊，我诚心忏悔咁样，屌你老母呢件事就屌。你过捻份啦！如果你咁做，但系你系应该日常里面大声话斋，打个招呼。今日我自己都坐捻咗喺度六个钟啦。嗯，我架车牌喺楼下，佢应该收咗我200-300蚊啦。屌你老尾，收捻咗200几蚊嘅时候啊，你先出现啊，阿飞哥，系你都戇鸠嘅。我昨天跟你说了，你老板我今天会过来的嘛。嗯。大亨说真的，你是不是应该要招呼我啊？是。你作为时报的一份子，屌你老母，你不出现，这个已经是你第一的错了。是。是吧？
你唔係去，你今日道歉同 Jesse 道歉已經唔係重點嚟㗎啦，因為 Jesse 唔原諒你係人都知㗎啦，撲你個街，你明唔明啊？嗯。而我就係講俾你聽，你要一步一步知道自己犯緊咩錯。屌你老尾，淨係呢個節目嘅開頭，連嘉賓都唔介紹。我是你老闆，你仆街。是。我有陣時都喺度諗嘅，我鬧鳩你嘅時候，啊你老闆，咁咩即係我鬧我自己。所以我改咗個說法，我聽到你講你個街，我而家改咗個說法啦，我就係仆你個街，我已經唔會鬧你老闆嘅。啊屌你老母，我鬧緊自己嘅，因為黐鳩先係咪？你冇鬧一齊佢。我係好，我會好清晰我嘅說法嘛。你有冇清晰你嘅说法啊？你都冇谂清晰我是你自己嘅说法。嗯。喂，呢个节目一行埋嚟，节目介绍。喂，两年前你啱啱做大香港，阿大欣都讲，你系最入错 beat 嗰个，你系最入错 beat 讲早晨嗰个。嗯。因为大香港早晨，大亨讲捻住，跟住先讲早晨，你老尾你又入错 beat。啊！你玩撚咗三個月 ，OK 改正咗。啊！你老母你要用三個月先改正到，你幾撚勁？你勁啊！你真係勁啊！你真係勁啊！嗯，係啊，我飲啊，勁撚到咁仲唔飲？勁撚到咁我真係服鳩咗你啦，飛哥，屌你咯！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唔好咁講，飛仔得啦，飛仔得啦，唔好係飛哥。系嘛？劲捻到爆炸！啊，一齐饮到嚟饮啦，开心开心开心！喂，饮嘅饮嘅饮嘅，你老尾做乜捻嘢啊？嚟，饮杯杯杯，嘉宾咁样好，系，咩？睇唔到睇到冇高唔高？呢个系呢个已经唔系大错，呢个系即时 moment 嘅错。屌你老尾！你作为我头先我话啦，啊，你坐埋嚟。冇啊冇啊！啊你好撚嘢，你一坐，怪啊怪怪！你一坐坐埋嚟，坐去主席位。算嘅。你坐去主席位，哦，原來你係重心主持，唔緊要，好事嚟嘅。飲杯飲好事，唔係我冇嬲，我冇嬲，唔係我盡量嘗試下，睇下做節目可唔可以揾有反應嘅。吸引吸引，好睇好睇節目。但係屌你老味，你坐個主席位，撲你個臭街！又唔識叫人斟酒，自己又唔斟酒，結果到到敬酒，你老母漏咗一個，飛哥點啊？學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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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係真係受教受教。點啊？由八分鐘到而家十三分鐘，係我就唔撚到你五分鐘，受教受教。OK， 如果誒 sorry， 如果現場如果現場觀眾覺得我鬧得唔夠狠咧？加啲貨，你可以你可以貨俾阿飛，跟住叫佢敷咁樣俾翻我。好，因為我覺得咧，我覺得啦，作為我公司啦，我覺得我成日講一句，喂，我請你翻嚟幫我做嘢嘛。嗯。咁我出糧俾你，咁你咪幫我做嘢啊？但屌你老母，你有手尾要我幫你跟手尾，咁即係你要我幫你做嘢嘛？嗯。咁你出翻嚟等我啦，系咪啊？好啱道理，好撚合理，好撚合理啊！系啱啱。咪所以我呢度冇貨金拉，唔好意思啊！屌，我唔係意思啫嘛。你貨俾阿飛，阿飛咧，佢係要82% 貨翻俾我嘅。咪放心，一定會回到嚟我度。好 ，OK， 呢個應承嘅。所以大家積極貨金俾 Jason。唔係積極貨金俾阿飛，跟住82% 貨翻俾我嘅，係啊，呢個緊要啊，呢個緊要，呢個真係緊要，真係緊要。唔係頭先我收爆貨金啊，咁樣就鬧做個女未夠，鬧人唔係一定要屌嘅。咁今日係滋味無窮啊嘛，係咪呢個節目係滋味無窮？係啊，冇錯。OK， 屌，嚟緊次親手嘅節目啦，我又同你聽眾講下，阿飛咪好撚中意改革嘅。阿飞好捻中改革啊！屌你老尾，头先天佑二文之后，我同呢班主持，屌我直接改，我直接同我哋改，讲
改革天诶、滋味无穷呢个节目啊！屌你老母，改革边个救我嚟啊？你黐鸠线！屌你老尾，作为食品餐饮业，阿飞阿飞，屌小朋友嚟啊！真小朋友，喺我呢啲屌你老尾大手掌之下，喂，有兴趣你又可以课金俾阿飞，跟住我就会讲俾你听。喂，天日喂，早晨，滋味无穷，滋味无穷。喂，嚟紧有一个大嘢改革，当然啦。我同阿飛唔同，同埋我又唔係主持嘛。雖然我同呢班主持傾過啦，咁但係我如果你課金夠一千蚊咧，我應承你哋，五月一號開始，每一個月嘅頭一個禮拜一，滋味無窮，勁啊！勁勁勁勁！我除咗勁勁之外，我想不到有什么劲过劲的了。劲劲劲啊，三个劲劲的两个劲。你老妹你老妹你有没有看过王子华的劲劲劲劲劲。我们这些年我们这些年纪劲劲这个是王子华的劲你扑你街。你看看王子华大坑劲过去你放心大坑劲过去。不过劲这一下这一下真的很靓劲。劲劲就要你。不是滋味无穷我扑你个街。阿飛而家做主持啊，勁撚到爆炸啊，係咪啊？好撚勁啊！屌你中間咁嘅樣啊！再次啊！我改革，我改革。前月嘅大亨未知嘅，阿 Jesse 都未知。撲你個街！我淨係做嘉賓，我就改革佢。屌你老味！阿飛最撚勁係改革嘛，我就改革佢。喂，滋味無窮，由五月一號開始。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一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礼拜一不是五月一号就是星期一来的喂咦劲哦劲哦五月一号就是星期一劲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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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五月一号星期一我不紧要不紧要元朗放假 OK 好但喂放金放金嗱你俾一千蚊我就讲俾你听我改佢老母我改佢老母好佢摆到咁撚大主持嘛连嘉宾都唔撚介绍连个老闆都唔介绍你死呀你我你有介绍我哋比较提示呀就係两个礼拜前大亨讲个状态的首先喂我哋如果你哋火金足够呢咁我会同状态咪我囉状态就係八十年代嘅漫画嘛八十年代嘅状态咪就系我咯，屌你两位寿司师傅，劲啊，犀利啊！你试下揾一个你哋识嘅人劲捻过，你嚟啊！嗯，喂，我真系，我同你唔同啊！我真系有咁嘅 power 同你讲，你嚟啊！任何一样日本餐嘅嘢，吹咩？你嚟啊！喂，一千蚊货金，我就同 Jesse 讲，我就同大家同 Jesse 一齐去 set up 呢个节目。我哋就玩一个竞技比赛，唔系当然唔系玩日本餐啦。我头先同我哋已经讲咗某啲细节噶啦，唔讲吹咩？许田，你货金啦，而家有咩劲爆嘅？货金系啦，有一千蚊，有一千蚊。我就会同佢哋倾。咁以后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一，嗱一千蚊货金好卵抵啊！黐卵线嘅，我俾佢嘅人工。屌你老尾，大亨都講減多咗你人工，俾得多咗你。你揾翻佢攞啦，大個節目一定好撚好睇，我好撚肯定。天有異聞必定要睇嘅，因為真係好撚勁啊！屌你，我頭先。但係喂，十一點後整一個我哋九龍灣菜式比賽，熱血時報全國大賽都仲得，屌你老尾！劲啊劲啊劲！啊啊啊要参加噶喎，唔系因为面大赛嚟参加过呢啲，因为赢与输冇所谓啊！我哋啲竞技精神志在参与，但我系真系有咁嘅能力去玩啊！喂，同时间我教紧你哋点样煮整日本餐喎、啊。如果嗰个挑战系日本餐，我系可以同时间教、啊。而我同你讲呢件事，我 sell 紧我自己、啊。我先问我自己啊，缘无意外咧，我八月之后开始咧，
我就會開 YouTube channel 去教煮嘢食噶啦。哇！係日本餐嘅所有嘢。因為我了取嘅方向上，我有好多唔同嘅轉變想去做。咁我而家咧，喂，唔好意思啊，飛哥。唔係你繼續講。玩撚咗20分鐘。闹捻咗你五分钟，有五分钟系台词，跟住剩翻十分钟系俾我讲晒。你咪讲呢个滋味无穷，俾我潜越咗。唔系啊，呢个节目不嬲都系咁嘅，其实。我希望我煮完出嚟就坐喺度嘅啫。系啊，我希望大家，我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第一，记得问埋节目嘅 partner 阿劲啊。你都有 partner 噶？唔系我知啊，你都有 partner 噶？我知啊，仲有现场观众喎，问阿飞有冇沟公司啲后生女？边个现场观众啊？即系阿 Man 仔，有知唔知啊 ？Jason， 佢冇能力，哎呦，你呢度讲笑啫 ，Man 仔，你问呢啲嘢唔星期五朝头早问。唔 man 真有料啊！咩真？我記得我第一次上時報咧，就喺六樓。我第一次上時報做節目咧，就係聚焦訪談。打狼，不如俾我去煮嘢食先。我你去煮，係啊，你唔係你去煮啊？但係今晚嘅滋味無窮咧，就唔會影阿飛煮嘢食噶啦。哎呦，我哋傾偈。哎呦，哎呦，咪我希望如果有聽眾喺度覺得想睇下飛煮嘢食，你就出聲啦。如果冇，我哋自己傾。嚟貨金，貨金出聲，貨金出聲。你自己傾嘅啦。唔係，但係，之前坐中間，唔好咁辛苦。唔係我坐呢度啊，你坐。係坐中間，坐中間，坐中間。最有資格你啊！我坐呢度位已經夠啦。唔係真㗎。真嘅。我意思係，唔係真係㗎，阿飛，即係前月講句啦，我會覺得熱視其實有咁多個識烹飪嘅人才喺度，滋味無窮呢個節目，我覺得，喂，大家作為廚師，作為料理人，唔係要贏定輸啊，大家去切磋一下。我覺得真係一件好事嚟嘅。我頭先同阿飛出嚟食煙，我都話：屌你老尾，你滋味無窮嘅主持，你係喺度表演緊你煮出嚟嘅食物，嗰件事有咩意思啫？對我嚟講，喂TVB 人哋去表演佢嘅食材，佢都玩一大扎嘢，佢先去表演個食材啦。咁我會覺得。呢、這個節目如果要令佢更加好睇，我覺得在座咁多位廚師，點解要俾阿飛壓制住啫？我叫煮到嘢食嘅啫，我唔係叫做廚師。我覺得哪怕美女廚房燒鳩咗個廚房，唔得，呢個真係今日真係，我唔得，呢個真係唔可以。當然啦，你梗係唔可以啦。唔係，但係我意思就係試過燒過，已經好大鑊。唔係我意思係啊，個爐焗閪曬啊嘛。唔係我意思係，既然你哋滋味無窮呢件事，我認真講，我冇睇嘅，但係我知道有唔同嘅人，唔同嘅廚師會上嚟。咁點解要俾呢個撲街佢死咗你咧？喂，熱視嘅節目其實就係想多元化啊嘛。喂，大亨都講啦，喂，醬太的壽司，醬太的壽司又原點喺邊度？醬太的壽司原點就係食材嘅經紀啊嘛。咁滋味無窮係一個飲食嘅節目啊！飲食嘅節目 Netflix 大撚把啦，你老母擺曬啲羊肉、牛肉。喂，我講真，我作為一個廚師，我睇呢啲戲，我真係開心噶。我開心係咩啊？我望撚住啊，俾我揀，我做乜撚嘢咧？我煮乜撚嘢咧？我點煮咧？喂，呢個先係競技節目啊嘛！咪你滋味無窮，如果我煮餐餸，屌！咁好人經濟咪我啲一夜乾船人數啦，係咪咩？我好撚老實啊！喂，滋味無窮，我覺得我唔知你哋嘅定義係點，但我改革佢，我就屌你老尾，你個撲街想改革？好啊，應該佢要改。我就係要改革你呢個改革唔到嘅嘢，屌你個撲街！阿飛想同阿勁商量下點樣去定義滋味無窮？點樣定義滋味無窮？
喂喂喂，試過做啦！我哋而家啲聽眾嗰啲係咪即時？係啊係啊，即時有得讚你勁啊！方師奶咧就讚你 Jason 勁啊！方師奶，哇！方師奶，我嗰陣時聽嗰、那個奇奧奇奧佢經常喺度喎，係啊，因為啱啱阿方師奶嗰個時段係夜晚，即係我哋夜晚就佢哋晏晝啊嗰啲咁嘅時間。係啊係啊係啊，呢個我識啊，呢個唔係因為我通常我係聽重温噶嘛，所以我哋係咁成日講方師奶方師奶。係啊，唔好意思，如果仲有聽嘅聽眾咧，唔好介意啊，我黐黐地嘅，我夠鴨你啊，唔係如果係啊，屌你改革啊嘛，改革，但係我唔係阿飛啊嘛。改革是改革的節目令到件事更加好，我不會改革個老細的重點啊！屌你老味，佢係會改革我老細的重點啊！所以我覺得滋味無窮兩位師傅，甜品師傅，喂其實唔需要，我覺得競技作為烹飪，如果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想的，我自己這樣想就是既然熱時有這麼多聽眾，喂哪怕是煮梅菜蒸豬肉，其實沒所謂的，不是好像 sit down 一樣可以拿件事出來，喂我們下、sorry 你們下星期滋味無窮就開個盤口菜心炒牛肉，有興趣上嚟玩係嘛？不玩咪排咯，在座嘅咪平咯，咪啱與錯冇所謂，好與唔好冇所謂。但係我覺得對味覺評審嘅味覺嘅挑戰一件事，作為主食，作為廚師又係一件事。我覺得滋味無窮呢四個字應該係要做到呢件事咯。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咯，我哋曾經玩過呢、這個即食面大賽嘅，都幾過癮㗎，係啊，我哋玩過啊，就餐蛋面，哇過癮喎、啊！喂，個經歷係點？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因為我冇玩過呢件事，我冇玩過參賽呢件事。每人要用呢個餐肉雞蛋同埋即食面去做一款餸啊，即係做一個 combo 出嚟。當時是怎樣整啊？我哋有人拍 video 嘅，有嗰啲人有人拍 video， 有啲人我哋其他就現場做，輪住做。你做咩啊？我做沙爹湯底嘅公仔麵。哦，係啊，係啊。唔係，喂，勁啊！我覺得勁啊！喂，屌你老味，嗰個無線嗰集撲街都係做緊呢啲嘢啫嘛。係啊，攞冠軍喎！你冠軍喎！當晚你冠軍，大家坐，你講咩啊？講一次咧。唔係，我用豆煎魚湯嘅豆漿湯底。唔係件事，我覺得哪怕到最後唔係無線嗰種認同感，但係我哋嘅群體裡面，前面講句，因為始終我都。我哋嘅群體啦 ，OK， 以後我都係用呢個 time 先。我哋嘅群體裏邊，喂，既然有咁嘅節目時間，有咁嘅節目，屌你老味，有咩所謂？係啊，可能哪怕人哋笑鳩我哋，你哋圍圈取，咁熱時不嬲都俾人覺得係圍圈取暖噶啦。咪認同咪認同，唔認同咪唔認同咯。咪但係我哋係認真去做呢件事啊嘛。而唔係屌你老味個撚嘢喺度行入去煮嘅，做乜撚嘢？唔係我對住佢，當然啦，作為老細上，我就唔會咁同佢講嘢嘅。我都唔想冇咗我夥計，大佬冇咗我夥計，我做撚到撲街啊！唔係，但係喺呢一個 moment， 我又覺得喂做咩啫？喂有一個咁撚勁嘅甜品師傅喺度。不過我頭先食個心態要我一哇，咪當然啦嗱，我又咁講嘅，我唔係一個甜品品味嘅專家，我只不過係喺我覺得甜品，我食呢個心態要我覺得好食，但係如果作為日本餐嚟評價，我可以好穩定，我嘅評價可以好撚黐線，咁正正就係咁啫嘛，有咩所謂啊？咁
大家做公正，哇！我哋即場選三個人做評價，咩、嗯？嗰件事係哪怕我捏件壽司喺嗰個 moment 輸咗，其實冇所謂噶。咩？嗰個原因係係啊！我哋喺度做係冇壓力嘅，咁啊，大家你自己人。係嗰、那個原因係我作為一個壽司師傅，我捏件壽司俾人食，喺呢個地方呢三個人覺得我件壽司差。喂，咁我作為一個師傅，我係要認真檢討，點解我做唔到令到人哋覺得好食嘅嘢？咪呢個係一個經驗嚟噶嘛？咪如果你放唔低，咁你撲街啦佢。咪呢度熱事嚟噶嘛？唔係要去兼顧你嘅感受啊嘛？咪要正視自己究竟好食定唔好食？冇錯，正視你啱與錯，面對你啱與錯，甚至評審。你都要知道自己的品味是啱與錯，因為你如果彈我的嘢咧，我會教翻你食。如果你覺得唔啱，我認輸冇所謂。但係對個評審，哪怕去到我咁撲街嘅參賽者，假設咁講啊，跟住我教翻你食，跟住你都覺得唔係喎。喂，咁對個評審都係件好事㗎。喂，原來有人係咁諗，係真係咁樣噶喎，有角度啊！人哋真係首先師傅。佢真係咁樣噶喎，喂，我媽卡西係呢個概念啫嘛。我媽卡西就係我講俾你聽係咁樣食，你哋就係要咁樣食啊嘛。你同我講唔好食，改餐牌。你咪唔好亂食咯。唔係你改餐牌，唔係係啊，嗰件事即係你要買一單啊，你唔好食。係我所以我覺得滋味無窮。如果以熱時咁大嘅圈子。其实是真的可以做这件事，那件事是无论啱与错、对与错，大家跟其他圈子不同，不会找藉口，不会找任何说法，是大家会去理解所谓的啱与错。我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而热事是可以做这件事的，提升品味。咁大家無論係評審定係廚師，我覺得呢件事係好事嚟噶。係啊，係嘛？佢之前有提過第二屆諗住做啲乜？係啊，尤其是你哋，不過未加速。你哋作為廚師，你哋作為廚師丟你啦咩？係咯，等我哋諗啊。係啊，啲廚師有啲諗噶嘛，唔係咁樣。等佢諗撲街啦。即係老闆，你講一句，所以你要幫佢諗咗啦。係啊，喂，嚟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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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屌你老味！我系改革同佢嘅改革唔同啊，佢嘅改革系凭佢嘅任性啊嘛，我嘅改革系要大家认同佢改革啊嘛，唔识管你啊细路仔，唔系我哋元朗小朋友，我哋元朗啲小朋友教紧佢，细路仔，唔系好，唔系你哋系知面无穷嘅主持啊。是不是我們是嘉賓，我們是夜酒的，我們是夜酒的，原來我們六個都是嘉賓，是啊，怪不得你叫我坐中間位，其實知道，即是個個都不是一定來的，有一樣東西最好看，我想怎麼要全國大賽，不是，我們是吃，最重要的一件事都是找個大的擺中間好一點，我屌咁樣啊！唔係咁又，我吹到咁撚大，我以為你哋有人信喎。雖然我哋唔係主持，但係我哋日都喺度。我哋係可以玩嘅 ，at the same time，support 都係得嘅。嗰次佢搞都有人玩啦，你搞點會冇人玩啫？係啊，佢喂咁又唔得，咁又你又唔好咁講。你明唔明啊？都要識住嘅。我都有我自己嘅心魔嘛。我有我自己心魔係咩咧？就係如果我搞，咁我只係做個評審啊。屌我要赢啊嘛，咁我都要赢啊嘛。你老味第一届嘅厨师比赛，你老味我一定要参加，而我一定要赢捻咗，我先至可以压到胜利。我觉得压到胜利系紧要啊嘛。咁我哋第一次比赛就系切嘢咧，好嘛？切嘢啊，要練喎，切嘢真係要真心要練喎，真係。唔係你做個廚，做個廚就冇嘢噶啦。唔係我同你講，第一，我頭先講切十個洋葱，我係眯埋眼切噶啦。其實我哋都會眯眼切，不過係即係因為唔住切。我嗰啲係，我嗰啲係爭取啲時間，一路切一路望住身邊嘅人做緊啲咩。又或者你哋可能做西餐，啊，煲水，
做西餐最宗旨你哋唔知啦，我哋日本餐有一個 terms 咧就叫咪嘢嘅，咩叫咪嘢咧？就係、是、哇，就是、青瓜絲啊，係啦，就係攞個青瓜就喺度跑咯，係啊，即係啲太子沙律啲青瓜絲就叫咪青。哦，系啦，如果有听众，如果有听众付500蚊俾阿飞嘅，佢要俾翻600蚊我嘅，系，咁计数好清楚啊，咁好犀利啊，果爷老细啊，咁下个礼拜一咧，我上嚟表演咪嘢俾你哋睇啦，哇，咩叫咪萝卜而唔使用眼，系真系唔使睇嘅，眯埋眼都可以做到，咪。技術係乜？你睇狀態的壽司，你知咩？我講緊咩啦？你睇狀態的壽司啦。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唔好意思啊！屌做生意嘛。啊！牛師傅話齋技藝嘅。技藝嘅嘢要貴。要錢嘅，唔係錢。技藝嘅嘢可以免費。要錢喎，即係我到而家咁時咁樣對啦。除非我教人煮嘢，如果唔係，我餐廳任何一個人要食我煮嘅嘢，俾錢。正常啊！我覺得我好認同當日牛師傅講嗰樣嘢啊！我作為一個師傅，食素食啊！食素食素。你老尾，你叫我煮福食俾你食，我教人煮冇問題。但係你要我煮俾你，你戇鳩你俾錢？唔係我啲 order 係要俾錢先買㗎，呢個係我嘅技藝，唔係我孤鳩學。所以我當日我呢兩日聽完阿牛師傅嗰日講嘢，我覺得我絕對認同啊！我喜歡做我煮給你吃一件事，是但是你要求 我就錢了，你給錢好，我認同我炒的飯是好吃的，我不敢相信你們有人說不好吃，但你先給我錢，你給我錢跟著你叫我炒給你吧，但今時今日如果你落三代橋叫我炒的飯給你吃就唔係嗰個我打嘅錢啊！好價錢啊！係啊，你上嚟滋味無窮啊！我哋可以一齊食下、傾下、玩下。但係我又覺得技藝係一件事，所以我覺得滋味無窮係可以做一個點解 Netflix 做我哋以前做唔到啫？咪玩下咯。嗯。係嘛？唔係當然啦，可能係一個小圈子啦，但係因為個架構啫嘛。唔係 set up 到個架構咪咁玩。我好簡單 set up 一件事啫嘛。主持點解話主持？喂，飛哥，你坐翻正中間。唔係你先係主持，我嘉賓。坐開就坐開，繼續可以一個中間位就交俾你啦。Center 位今晚交俾你。介紹下，睡於王不要走咁樣，睡於王不要走。瞓覺。介紹下碟餸啊，邊個介紹下碟餸？依個咪豉椒炒聖子咯。原本諗住話新鮮海鮮其實可以好簡單處理，唔需要即係諗得咁複雜嘅少少材料得噶。但係今晚就影唔到啦。咁但係其實落咗冇乜落嗰啲咩嘅，就係洋葱啦、豆豉啦、蒜啦、青椒、紅椒全部切角嘅啫。咁啊跟住。炒香曬啲配料之後咧，就會加蠔油啦，加少少酒啦，跟住就落啲聖子落去，之後就俾埋色，埋翻個芡咧，就係咁嘅樣啦。咁味道係點咧？就交俾各位品評啦。買雞老闆先啦。係啦，你 serve 下。你係你 serve 你係啊？你做樓面嘅喂。你哋頭先有好多架餐。等陣。交換真係冇咯，就交換啊。唔係，但 Jason 你已經教咗佢好多，佢真係好唔識人情世故㗎。我想講俾你聽。唔係，但係阿飛，其實滋味無窮嘅節目就係你煮咗啲嘢出嚟，跟住介紹你點去煮件事啊。不嬲都係咁，唔使去諗解釋。我只不過係問，係不嬲。唔係有陣時會中間煮嘅時候會講嘅，之後煮又講嘅。不如真係，屌你老尾改革，我真係勁揾咗你。不如改革咗個滋味互共啦，唔係表演廚藝冇所謂，但係點解唔？你又食魚啦？又食啦！唔去俾觀眾去領略件事咧？嗱，頭先你唔喺度，我頭先有講，其實咧我唔介意喺呢幾個月起熱事。嗯、煮餸嘅，
但係我已經有個 plan 㗎啦。基本上八九月之後咧，我係會用鳥取呢個 title。嗯，我會開 YouTube channel 去教煮餸啦，係教日本餐嘅所有技巧。係，咁我會思考一件事就係、是，我去教一個技巧，我憑乜撚嘢要人哋睇我嘅 channel 咧？嗯，咪當然啦，大亨最基本屌鳩你哋就係唔 share 呢樣嘢啦，呢、這個已經係。最 base 啦，嗯，我好少講英文，因為我唔識講英文，我讀到中三，但係真心説話，用外語講真心啲嘛，真心添啊，屌你老尾中三嘅人同你講 base 啊，你諗撚清楚我講乜撚嘢啦？點解？重點啊！喂，你做呢一個節目，喂，如果皇后睇呢個節目？我都係唔知佢咩反應嘅。有誒，因為往後誒會睇呢啲節目噶嘛，會重温啊，好間唔時。唔睇又好啊，唔係一睇係白鬼台啊！觀眾唔好介意。我真係咩白？唔係因為我而家唔好意思啊，飛哥。冇啊冇啊，你講。呢個 moment 我唔係你老闆，我只不過係嘉賓，所以飛哥。飛哥你繼續講，你繼續。我真係屌我！我喺度搶緊你，我搶鳩你嘅嘢啊！我完全係搶緊你嘅節目主持位，我喺度改革緊你嘅嘢。呢個我真係做緊呢樣嘢啊！唔係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啊，因為未到五月一號嘛。唔係啊，而家講緊係而家呢一下去都搶緊你嘅嘢啊！試咗啲嘢食先啦，你快啲夾俾老細先啦！哎呀，快試咗先，激死！即係唔係啊？細路仔，快啲俾面食下先。多謝，呢度依個嚟嘅，依個嚟嘅，用筷子用方便啲。都試嘢都冇所謂，冇所謂。喂，其他起筷唔招呼。唔係等老細俾。唔係，其實我又想問下你，其實。這個節目是哦有 Finger 用餐就是你不是因為我沒看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就是你煮了一個餸出來 JK 尷尬了你看不看到這麼遠你只要Jason 這個節目的時候是 Local Order 就去教學邊住邊傾偈？哦，咁樣轉咗做滋味無窮之後咧，原先係分三個主持主。喂，勁啊 ！JK JK， 近期主持煮乜就乜，其他人吹水，即係個而家個而家。得啦 ，JK， 睇到你嘅不滿啊！不過我都係嗰句，如果你想睇到我嘅改革。有貨金，大家咁多位，貨金1000蚊俾阿飛，阿飛會俾翻1200蚊我。好快！咁佢俾到1200蚊我咧，咁我就會幫佢改革。我擔保，每一個月嘅第一個禮拜嘅星期一一定好睇。好，係啊，貨金先啦，貨金先，貨金。我試下先，真係試下。因為而家咧。喺我嘅 concept 咧，就好似 Netflix 嘅紀錄片，我就喺度係評價緊啲廚。你齋仲未講攞件事出嚟 ，is fucking raw 咁樣，差佢未去到呢句嘅啫。你知唔食咖啡？係好驚緊張啊！唔係我諗緊方西，我佢都緊張，可唔可以咁講咧？自己食啊，做廚師自己食翻自己嘢先，先係。安聯呢，我會細心。哇！其實，等先，喂，提到我嘅名，我要諗啊。Jason 呢個節目，唔係頭先嗰個咯，頭先你睇嗰個咯。係啊。JK 話佢唔係不滿，係旁述啫，即係講翻件事出嚟。嗯。你睇咩啊？飛哥，我真係會我。我作為一個聽眾啦，係我冇睇你節目，唔係咁星期一有嘅。跟住咧，唔係因為喺香港，唔係因為咧，我講真，我自己咧時間唔多嘅，我聽嘅節目咧，全部都係翻聽嘅 MP3 嘅啫。嗯，咁
主要白酒少少，主要咩白酒，白酒要唔要？唔係，其實你可以開多支紅酒嘅喎。你仲有？我攞咗六支上嚟，仲有。我見到 Facebook 喺度，我攞。唔係，支邊支啊？我頭先話咧。我睇兒時節目，其實咁多年咧，講真的，我主要真係聽睇戲節目。以前咧，我有聽額外嘅就係國立台長同陳四做嘅時候，我都仲有聽下嘅。咁但係呢個比較少啦。咁跟住Leo 啦，Leo橋研究社啊嗰啲我有聽嘅。啊，蕭山啦，蕭公子係啦，跟住就係星期日嘅阿近同阿蕭山，中華航天係啊，我基本上淨係聽呢幾個啫。咁嗰個原因係因為講真啊，唔好意思得罪講句，其他人我覺得講嘢唔到 point。星期三啊。阿淡仔同阿 Joey 其實佢哋講啲嘢已經係最接近嘅啦，但係講真的，我就已經冇時間聽。但係如果我有時間，我都會聽一下。除咗呢啲咧，我其他冇聽。個原因係咩？講真的，我冇乜時間。咁變相其他節目，其實我有聽過一次半次。跟住我發覺，唉，冇撚手時間。咁啊，嗰個原因，正等於，哇，嗰一，哦，都係頭先嗰個嚟。係。嗰個原因正等於我頭先講，喂，其實我作為一個聽眾，我係真係覺得你哋某啲人搞到啲節目都幾不倫不類。大香港早晨是分析時事的節目，你到尾你我咁撚嘢，係主要話緊我啫。國立大台，國立大台分析啲嘢，台長都 OK 嘅，台長 OK 嘅。習文化我以前都有聽嘅，但係到最後我覺得喺我呢類型嘅人，我會覺得有啲唔係我嘅範疇，唔係我唔係話習文化唔好聽。習文化我覺得 OK， 麻甩我覺得 OK，但係個時間太長，對我嚟講我冇吸收嘅空間，所以我就寧願唔聽，唔好嘥我時間啦。咁但係滋味無窮呢個節目，我覺得直情係嘥撚咗個節目嘅，係唔係你明嗰個分別？正經有發揮空間，係啊咩麻甩，我覺得佢係。有吸收的嘢，有好听的嘢，只不过我真的不想嘥咁多时间，即系我作为一个听众，我不想嘥呢啲咁嘅时间，而嗰啲嘢唔啱我自己本身去用啊，国立我又唔系一个有文化嘅人，咁你同我分析节目啊，分析啲咩？我講真的，我星期一聽大亨，我係睇下佢有咩俾我睇嘅啫，即係我當係一個影評嘅呀。咁佢講到咁，OK， 我又睇下，因為我係好怕嘥時間去睇一套戲，跟住睇撚完我嬲，我真係會屌嘅。咩？我你問佢好似我都話，我而家最多時間碌手機咧，就係睇啲無聊小説，唔使用腦。但由头到尾佢就提醒我情义、道理、原则，即系由头到尾我就系睇呢啲嘢，跟住我又有够咯，跟住我就自己谂嘢，因为我系嗰啲唔可以专心做一样嘢嘅。咁如果你讲样嘢太卵废咧，我系真系觉得唉冇卵收息。又或者如果你讲嗰样嘢唔啱我工作嘅嘢咧，我觉得你又冇卵收息噶。咁但系去谂到滋味无穷咧，我又会觉得你浪费我时间之余，我屌你老尾，你嘥咗太多人嘅时间，件事可以玩好啲。唔系我一路都冇出声噶，只不过系我撞啱咪有个人咪契机，咁我咪出声咯。
係。咪即係我覺得嗰個變化係真係可以做到，即係我頭先我舉個例，我頭先嗰嘢，喂你真係每一個月頭一個禮拜揾個廚師翻嚟，大家一齊煎塊牛排啦，唔好搞咁撚多嘢，好嗎？喂，已經可以做一個比賽，有乜撚嘢所謂嘢？有乜撚嘢所謂？嗯。大家要切個洋葱，唔係一定要煮一個好撚天花龍鳳嘅食物出嚟，呢個先係廚師比賽啊嘛。係。喂，醬太的壽司有一段個節錄就係擺三粒飯出嚟，跟住呢一個挑戰就係呢三粒飯上面係啲咩魚，係啲咩材料？嗯。我好撚記得，因為我係睇醬太的壽司大啊，咪所以。那個魚就是翻件阿大啱片，我一路睇一路屌啊！當日你唔使抄諗到咁啊！我屌你老尾，我真係捉曬。嗰陣時我仲未識佢啊嘛，捉曬。哇！好諗到，唔係因為我係學緊日本餐嘅人啊嘛。嗯。而我真係我當時係作為一個職人去學呢件事。我屌你老尾，你玩到咁，我一條你化諗到嚟笑話做乜撚嘢？咁但係而家去睇翻，唔係件事 OK 噶，唔係因為。佢係編劇啊嘛，佢俾套劇，正等於我覺得滋味無窮，唔好諗住去煮一個餸出嚟去做一個節目啦。滋味無窮係可以作為一個定期性競技，嗯，定期性去煮嘢，但係唔好一個人去擔大旗，你未夠資格。冇，我梗係唔夠啦。但係你而家做緊，之前都會有。唔係你而家做緊，我而家你一做緊，唔係但嗱，我又咁講阿飛，今晚你煮呢個聖旨，咁到而家呢個 moment， 我講咗成個幾鐘嘢啦，係，可能你俾面，所以你完全唔插嘴啦，但係我好可以好肯定，你一坐落嚟，唔係我真係冇睇過滋味無窮嘅，嗯，但係你頭先一坐落嚟，到你跟住你就介紹。咁我已經可以穩定你平時做滋味無窮係點樣做呢個節目啦，我已經可以好穩定啦。嗯，大家好唔好食咧？我煮咗出嚟，大家好唔好食？你好食，我好撚肯定噶，好撚肯定噶。唔係，但係如果嗱，假設如果我去煮呢味聖旨，我又會咁同你講啊。如果我喺今晚做呢個節目咧，我就會由預備材料。我就已經叫人一路同我做，我講俾你聽，喂，我預備材料，呢隻聖旨要點樣處理？嗱，我覺得咁樣處理會好啲，咁樣處理唔好，因為你既然係要獨擔大旗，嗯，你想做一個餸俾人睇，你個方向係要教人啊嘛，係，而唔係你講俾人聽，我做到味餸幾撚好食，你老母人哋睇撚住個熒幕，佢知閪碟餸幾撚好食啊！嗯，咁你要教佢，你讲咩啫嘛？咪今时今日 TVB 都要做啦。十几年前佢真系唔使做噶，佢就用你嘅方法，你就可能睇 TVB 睇啦。但系而家 TVB 佢就算去泰国介绍嗰啲餐，佢已经系由零开始影住你噶啦，就好似 documentary 咁样，屌你到尾，好似 Netflix 嗰啲拉面之神啊、寿司之神，佢真系影住你，咪因为。嗰件事係呢個世代係需要知啊嘛，你唔可以俾條送出嚟贏啊嘛，係。但係你真係冇理解呢個世代。我同你講，我冇做節目啊，但我知啊。我同你講，大亨喺國立大台講過好撚多次噶啦，半年前講咗嘅，講咗噶啦。唔係你個觸覺，你要去做一個節目，你要令到一個節目可以吸引觀眾。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嗯。那个重要是什么？那个重要是娱乐性嘛。你到尾你们是做娱乐的嘛。你明白吗？我发觉现时大部分人的不是大亨那个死心讲了几次了。他真的知道的。所以 Apple 他摆在这里，阿飞摆在这里，其实他知道是摆在笑点的。已经不是去 train， 讲了很多次了。但你去做一个节目已经不是时政节目。喂屌，你要做一个烹饪节目，我跟你说你真的错够了。做一个烹饪节目，如果我
好啦，你買我 YouTube channel。我八月就开啦，不过我唔介意讲俾你听，因为我太捻多秘技，我系直情有秘技系冇人识嘅，我同你讲，我有秘技冇人识嘅，但系好简单啫嘛，如果我要教人点饭，喺公司我就会诶咁，如果我 YouTube channel， 我屌你老尾，俾个昙花手你，嗱就系咁啦。錯錯嘅，你明唔明啊？娛樂啊嘛，係係嘛？娛樂啊嘛，咁當然我到最後都會俾個簡化，誒屌就係咁啫嘛。咪封建遊人啊嘛，做生意 YouTube channel 就係一句咁嘅嘢啊嘛。而家網絡世代就係咁嘅嘢，封建遊人你想睇嘅 TikTok， 你中意按金咪按金，你有能力去搶 Facebook。質量咪質量，又或者再 detail 啲，你點玩？咁但係你件事，我會同你講，如果我做一個處理食物嘅介紹，我就一定會拍三條片。三條，簡中難，簡單嘅，即係屌，係磨三手壽司。我同你講，呢個就係象牙的壽司。我真的做到给你看中的，我就用回一个技法，一个普通人给埋你看就摆出来。对。跟着难的是什么意思？难的就是观看性啊。屌你妈，观看性天花龙凤。一反手寿司我就给你看都做得。我懂一反手寿司，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一反手寿司。象牙式的寿司里面呢其实有介绍过这件事。象牙是学了三反寿司的，三反手寿司，而一反手寿司是很难，但一反手寿司是输了给象牙，而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懂，我跟你说我全部都懂，而我做到，我一反手寿司 我是真的可以练个饭，我真的就可以摆出一反，即是大约是你当握一嚿壽司就握一下，象牙可能要咁樣握兩三下，叫三下，咁佢叫三下。右手唔係嗱，擺喺度魚，跟住擺入去。喺象牙的壽司呢個係傳統概念，就係右手捻幾多下，喐幾多下手指，作為幾多下嘅。而香港人咧，基本上以五下至到六下係而家普遍噶啦。我捻寿司咧就四手嘅，即系攞嚿饭，有嚿鱼，一二三四就出件寿司出嚟。OK， 呢个叫四手寿司，用几多下？右手用几多下？咁象牙的寿司里面咧就系、是、三手寿司，象牙嘅绝技艺赢嘅就系三手寿司，但系最犀利嘅就系一反手寿司。一反手寿司咩意思咧？就系、是、左手揸件鱼片，右手揸嚿饭，跟住当我右手。揸嚿饭，一摆落左手，跟住左手即时做一个动作， yeah. 去出到一件寿司出嚟，就摆上台面。呢、這个叫一反手寿司。以我知咧，冇人识做。喺而家香港冇人识做，日本我唔知道有冇人识做，但系寿司。壽司之神都不是做這件事，壽司之神小野二郎呢是用五手壽司，而我跟你說我會覺得好意思，他是壽司之神，但我覺得他多了一手，我覺得他多了一手，但我是有能力做一反手壽司給你吃，而你不覺得有問題。那壽司究竟什麼叫好吃就再研究呢，這個就再研究了，但我會跟你講，我做到。所以我係由頭到尾，我都係講廚房佬就廚房佬，我係一個壽司師傅。但你唔係一個廚師，你未夠格。係，唔係頭先 check room 都有討論嘅。一個鐘啊！呢、這個節目一個鐘。唔係節目做好多鐘嘅。啊，你講一個鐘，你講一個鐘好啦，交翻俾我。天光吃早餐啊！大家吃个宵夜先。我等屌你啊！我听日要翻元朗啊！唔好唔系好唔好食先？我同你玩一齐，好唔好食先？得唔得先？好唔好食？得唔得先啊？至少我试下先，我
好少味。得唔得同好唔好食係兩個層次，其實幾個層次嚟㗎。我會覺得如果呢碟餸，如果以而家平均市道，嗯，去食呢個餸咧，應該係$108嘅前後$10上下。嗯，呢個餸你問我，我覺得值$88。嗯。即我去評價，我會咁樣評價。嗯、我覺得信後評價$88。信後評價都打個九次到啦，係嘛？嗯，信後評價，信後評價。你話熱誠 OK 嘅，咁啊始終都我哋有個傾偈嘅過程嘅，佢都冇卸啊，佢啲汁冇卸，都 OK。哦，係，唔係所以佢值$88㗎啦。啊、如果我食過阿飛哥咁多嘢咧，我覺得其實佢手藝係。佢喺炒爐嗰一 part 咧，係可以做到我覺得八九成嗰個位啊、嗯，覺得好唔好食？好唔好食？我都係嗰句啦，唔係嗱，第一次烹飪大賽咧，我係必須要落場，而我同你講，我一定要贏嘅。如果唔係咧，嗰件事之後咧，咁好睇評判就冇撚咗一個價值噶，因為要贏咗呢件事咧。我先可以做到我終審裁判啊！咁以後嘅裁判，我先可以做一個評價啊！呢件事要煲出嚟啊！如果唔係你哋唔認同啊，但我又真係咁講，唔係第一件事好簡單嘅，第一個菜式玩嘅，自洋菜，我做啦，唔使炒面啦，哇，好難，嗯，好難啊！你炒一個面，仲要用鐵板，唔係仲要用電鍋。你要炒到唔油、唔乾、唔濕，嗯，就已經好撚難啦。超難咧！我有冇信心？有，我有信心，超夠啊！唔係炒面炒咗幾次啊？喺度有冇頭先嗰啲嘢？有冇濕或者乾一齊？超難咧！飛哥話就係啊，5月1日。如果有興趣挑戰炒麵，五月好嘛？唔係啊，但而家冇$1,000貨金俾你啊！哎呀，陰公！唔係，因為個問題係$1,000貨金，你要回翻係$1,200。唔係你明唔明啊？你嗰$1,000貨金係要回$1,200俾我。如果唔係咧，唔係我想唔想嚟做節目啊？而係我都有好多嘢做，我好撚攰啊！咁如果你要玩呢樣嘢，咁。你俾啲支持我啊嘛，大佬啊，系啊，系嘛，大家俾啲支持。唔系手藝嘅嘢唔可以免費啊，最緊要嘅嘢。手藝嘅嘢。俾個時限啦，好嘛？今晚達唔到標啊。唔係，所以我先講，我之前嗰陣時咪整嘢食啦，今晚整啫。今晚就擺到明，今晚就擺到明，冇人知噶啦。广场等，得我几个。会重温。嗱，阿飞，阿飞，靠你啦！改革滋味无穷，就靠你啦。呢镬嘢，你老板都提埋你啦。呢镬嘢要改革，要玩大佢，令到大众可以知道。喂，唔系货金，你啊货金战系大亨提醒你哋，作为一个主持要做嘅嘢。但是你們要記住，作為一個主持，你們的責任在哪裡？你們的責任是令到你們的收視率高，這個是重要的。而貨金戰就只不過是提醒你們，給你們競爭，難道沒有競爭，你們就不做？是的，是吧？對的。喂，如果你有能力令到滋味無窮，變做一個連 YouTube channel 都會知道嘅餐飲 channel，你諗下件事幾撚嘢？喂，唔需要講粗口啊！喂，滋味無窮係研究食材嘅，係。喂，而家我 back up 緊你啊！屌你！我知。唔係，我有啲秘技啊！我同你講，我湯三文魚有一個神技嘅，我同你講係神技嚟。咁犀利？係啊！香港全世界冇人識，我可以好撚肯定。可唔可以講出去㗎？咁樣？你要示範出嚟。我可以示範，但你學唔到㗎。唔係，我同你講，我示範咗，你都要嘥好多心機先至可以領略到。如果我教你就好撚快，但係你淨係睇我一字一字嘅，你唔知道我做緊咩。係。咁係，我係有呢啲嘢，我係有呢啲嘢，
正等於屌你老尾，雞同鴨講，大欣成日講呢套戲㗎啦。你有冇睇過雞同鴨講啊？即係邊個做啊？許冠文、許冠英啊？唔會記得有睇，應該就有睇過嘅。屌你老尾，呢套戲好撚得意啊！就係做廚房，雞同鴨講就係、是。許冠文間餐廳就係賣燒鴨嘅，咁跟住咧隔離開咗間燒鴨店，咁啊許冠文咧一路就係唔肯將秘技傳俾人，佢老母個學師喺後面，你知唔知咧？跟住我屌你老味，咁咧有滲少少嘢落去，嗰啲係秘粉啦。咁但係屌你老味，我又唔介意講俾你聽，唔係你做到你唔嚟，唔係我真係講俾你聽，我係有信心講俾你聽。你想學啊？唔係我係功夫嘅周星馳嚟噶。我係功，你記唔記得我琴日都同你講？係。我係功夫嘅周星馳嚟噶。我係會同你講，我就算俾你睇住我做嘅嘢，你都係唔會明噶。你想學啊？我教你啊。我真係咁噶。有乜所謂啊？你覺得唔可以教人，對我嚟講，你覺得唔可以教人。是因为你能力值不够，你觉得那样是宝，对我来说所有的技巧根本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经验，我教你有什么所谓，你想学我就教你，你来啊，你就学，你学到好的，你学啊，但是我跟你说今时今日我教每一千都有几百，阿金都未學到我嘢，咁慘。開名。呢、這個咁係即係同事啊。阿金係而家管兩間鋪嘅營運經理。佢十年前仲係僆仔嘅時候，我喺板長就開始教佢啦。但係我教咗兩年到，跟住就我開始走啊。呢八六七八年係冇相遇，冇一齊做嘢。但係到而家。他跟回我做事，他初頭都有挑戰我幾日，我說你來吧，你不試一下，但試完之後我就跟你說有意思嗎？我真的不是任何東西，一樣東西去到化境的時候，其實不是你做到就好了，不是對我來說，我的心態你做到就好了，你對我嚟講，有一個同境界喺個技藝上，有一個同境界嘅人，仲要幫我手喎、啊，我不知幾撚開心，我幾撚唔想自己落手落腳做，而我又好介意啲質量差。你老尾你可以咁撚勁，你幫我就搞，咁我諗第二啲嘢啊，你唔好煩咯、啊，我不知幾撚開心，咪所以我真係唔介意教喎、啊。個問題係你有冇能力去吸收啊？咁係嘅。教完人哋识唔识真系一样嘢，唔好斋讲，唔系啊，饮啊，耶，饮啊，好耶！喂，通心粉一讲话吸住啲老鼠，我醒起边套戏啦？你最惊？唔系啊，嗰时觉得好得意噶，好得意啊！因为佢讲紧就系讲紧鸡同鸭嗰一边咧，佢讲食环过嚟查牌，跟住唔知俾人搞成点咧？跟住老鼠喺間餐度，佢攞曬碗吸住佢啊！嗰啲姐姐啊嘛，大抹台啊，嗰陣心喺度摸下摸下。嗰段記得，嗰段又記得。我哋好笑。唔係今日雞同鴨講最重要，即係喺我哋作為做廚最重要就係呢個 part。以前嘅師傅係會收鳩埋，即係喺我哋睇啲我哋做廚嘅就係呢樣。所以我學師嘅時候咧，我係要。我是不喝酒我都要陪师傅喝酒。看看哪里我酒量好。喝撚到大我到最终我都问你。就问你。那面其实为什么会不黐底啊跟住我。他是揈下揈下去跟住他就会跟你说丢多点油咪得啦。多少少油咪得啦。跟住哎丢原来是这样啊。跟住下次咪有啊。所以我自己份人飲酒是咁樣嚟噶，唔係我份人係咁啊，我跟我師傅就咁。我問啊，三圍有冇啊？之前你有講過嘅。我跟我師傅係咁啊，係啊，唔係我第一次上嚟以前做節目，咪就係聚焦訪談咯。咁啊，我師傅係打柒我噶，我師傅我做唔好，佢打呢啲關節位噶。咁狠。啲關節位一打落嚟，成隻手臂啊！
咁點開工啊？你又試下唔開工？唔係啊，咁你照開工啊？唔係咁多嘢啊！嗰刻點做到嘢？咁你避咗啫，你坐底都兩三分鐘先翻到嚟啊！你唔做，你翻屋企啊？唔係，唔係我學師係咁噶。嗯，你又試下唔開工？唔係唔開。你又試下話痛啊？屌你有冇打嚟打你咁撚嘢？打嚟打嚟噶啦！你唔做，你咪冇撚做咯。咪當時，當時係唔缺請人啊嘛。Anytime 都有人見工噶嘛，你唔做你就冇噶啦。做下個咯。我哋當時見工係要喺報紙揾工，跟住俾人揀，人哋肯唔肯請？喂，今時今日唔同啊！今時今日屌你都咪你嚟見我，唉，契弟你過嚟啊，契弟。你肯翻嚟就得啦，幾時開到工啊？聽日得唔得？唔得，下個禮拜都好啊，都好啊。嗰啲樓面嗰啲廢柴，樓面廢柴啊！屌你啊！真係都翻翻以前。就嚟啱啊！喂，但係作為廚師，我覺得作為廚師，一職人，因為我始終係呢一 part 嘅人，我覺得作為一個廚師，我覺得唔應該浪費咗我嘅職人能力咯。嗯，咁你哋肯學，你哋想學，我咪教。你哋學到幾多少，我就用方法盡量去教你哋幾多少。你哋做咪做？但係我而家成日都講，我同大亨同阿皇后翻嚟，我同阿 Jesse 佢哋先單個落嚟，我同佢講，我話嗱，如果你哋想食個奧馬卡西咧，其實我呢度可以做嘅三大橋，但係你同我講聲，因為個奧馬卡西係我做嘅，你坐三個人，我話你極限四個人。四個人 over 四個人我不做，因為我都要做生意。但我會跟你講，你想吃我的奧馬卡西，因為我有三個奧馬卡西的菜單。我不知道你哋有冇睇過《美食的俘虜》，但係嗰件事類似係咁，即係奧馬卡西其實是對我作為一個壽司師傅，我有幾個菜單。咁唔同時季就做唔同嘅菜單，你哋想吃我可以做俾你。但係我鋪頭就不會做，佢哋冇資格。我直接講，鋪頭的所有師傅冇資格做我乜卡西。咪今時今日，所以頭先我哋食飯，你哋唔喺度，我同阿 Jesse 同阿大亨食飯，跟住喺度傾偈。阿 Jesse 話香港嘅日本餐好雜，大亨話：喂，其實香港嘅日本餐已經好撚勁。跟住我俾一個説法就係、是，其實香港嘅日本餐咧，唔同價位，總之 group 曬落去。理論上咧，比同價嘅日本餐比日本嘅日本餐啦，其實係高一倍以上。你講個質素質量，比同價嘅日本嘅日本餐係高一倍以上。因為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啫。你喺日本人整日本餐真係會好食啲咩？即係我諗你哋要理解呢件事啊。唔係，其實個問題係廣東人煮廣東菜真係一定好食嘅咩？個問題係同埋佢好，其實幾重點嘅就係日本嗰啲材料已經係嗰下係好新鮮，嚟到可能香港其實可能一日啦兩日啦，其實唔係呢件事，唔係呢件事喺食材上。當然香港比起日本是差少少嘅，因為始終爭咗飛機嗰一日。但係個問題就是技巧處理。香港在呢一個世代咧，通常做得老細咧，已經就係我呢類嘅人。我呢類嘅人係咩咧？就是四五十歲嘅人。四五十歲嘅咁，我哋學師嗰個年代是真係認真學師嘅年代。咁當然啦，一百個。都可能當時可能有60% 係學到啊，咁但係起碼有60%，但係近呢十年學師嘅佢學到嘅日本餐，如果以我呢個 level 嚟講，10% 都冇。點解佢哋做壽司郎，佢哋做真鮮噶嘛？咁變相佢哋出嚟嘅質量，佢哋只不過係回轉壽司嘅質量。咁你去到日本食回轉壽司都係一樣一樣嘢，係嘛？喂，又去翻日本啦！你做我媽卡車，你問我評價，喺足地喺豐洲市場，
對我真係認真要求啊！佢除咗件魚嘅材料新鮮啲，我會覺得佢連碾粒飯都未能食。喺我嘅立場去睇，唔係我呢啲係當年認真去學識嘅人咯。屌你老尾，粒飯岩岩沉沉，你哋自己睇想認真睇睇到啦。一粒飯就好似呢個咪咁，如果粒飯係岩岩沉沉突出嚟嘅，你都知係得唔得啦。嗯，件事係咁樣得啦，係嘛？咪對我睇，而家其實日本大部分嘅餐廳都係咁樣嘅質量嘅。冇乜邊間真係特別好㗎，即係去你日本都係咁樣。我覺得係咯，我覺得係咯。我太太其實應該好認同你嘅，因為咧我太太係識少少日本菜，咁識佢唔多嘅，但係咧佢因為喺太多人多生活啊嘛，佢出去食過多人多本地話好食嘅日本餐咧，佢每一間都係唔滿意，佢話。壽司飯咁基本個調味本身可以唔夠味，咁太誇張。但係佢可以收一個價錢好貴。啊！呢個牽帶太多嘢㗎啦，這個牽帶太多嘢，因為如果你間鋪嘅材料係某啲選擇，相對你嘅壽司飯嘅醋味酸同甜，亦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唔可以以偏概全嘅，我覺得真係要食咗，因為對我嚟講，我作為一個壽司師傅，我會同你講，粒飯幾大，對應嚿魚生個份量有幾多，呢個已經係一個好講究嘅問題。個醋嘅酸度、甜度已經好咧，咪因為我自己係即係我自己，我買家姐，我嗰十二道菜，我。壽司飯的份量我是要求很簡單的，就是魚片即魚生和夠飯是同一時間會在個口度消失。你認真想想你們有沒有試過吃這樣的東西，魚生和夠飯，我說一件壽司啊，魚生和夠飯你一放入口是同一時間，一個正常人啊，你唔好撚同我講，屌你老母，你撩嚿飯出嚟啫！正常人，正常人嘅情況，無論男士女士，你擺件壽司落口，係同一時間會起個口度消失。我同你講呢件事，如果你做到，已經係 A level 嘅香港壽司師傅，而呢個我。作為我的菜單，我做到。而呢個係我覺得我媽卡西需要做到。小野二郎咪做呢件事，小野二郎就係講俾你聽，佢想做呢件事，佢會解釋俾你聽呢件事。所以我話滋味無窮，無需要玩到咁大嘅。因為如果要玩到咁大，都太大啦，真係玩得死你啊！誇張喎，玩得死你啊！做唔做到啊？我係相信，我係真係作為一個壽司師傅，作為一個職人嘅能力去處理呢件事。你想玩？你究竟你係咪你？我唔係。我不嬲都係，好勁啊！真係成件事，我好撚串噶，我好撚串噶，要揾咩 partner 傾傾？你咪嚟，好難搞，要揾 partner 傾傾，要揾 partner 傾傾。無論呢個都係好嘅，好勁嘅。處理食物嘅任何嘢，喂，對我嚟講，我已經係還原基本步噶啦，所有嘢就已經化繁為簡。無論係湯魚，無論係做任何嘢，我已經係化繁為簡。用最簡單的方法做最簡單的事，所以啲僆仔咪可以好僆轉咁同你講點解？因為我已經教咗一個最終極嘅方法俾佢，嗰個方法係我研發出嚟嘅最後最簡單嘅方法。咁但係吸收都唔係飲咗酒，你當八成佢做咗，佢抄咗啦，唔好話吸收啦。已經係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咁基本上係人都做到八成啦。但係又咁講。一遇到不是這個方法，他就不會處理到。咁呢件事係好與唔好，我唔知道。
但我作為做生意，我只不過要人幫我做嘢。呢樣嘢就係我睇我講過，你做得生意，連最基本嘅一啲要求你做唔到咧，其實佢就覺得喺嗰個地方食本餐佢失望啦。譬如話，茶碗蒸，你唔滑嘅個表面，你先唔好講裏邊嚿雞係咪亂啦，或者佢上邊嗰個花係咪可以印到上去，或者嗰個菇本身係咪可以襯得到個蛋？個蛋本身唔滑已經係唔得咯。佢係講過就係話有一間好出名嘅日本菜喺多倫多30年，佢個茶碗蒸都有問題，佢就冇辦法可以再去再花錢去食呢樣嘢。我覺得味道嘅嘢咧，到最後咧，其實我作為廚師，我睇無論我嘅經驗啦，又或者近呢幾年睇 Netflix 唔同嘅 documentary 啊，或者咩，我又會覺得唔好介意啊。我會覺得。我會翻翻入原點，就係我師傅教我一樣嘢咯，味無正宗。嗯，係嘅，味係個人喜好嘛。有人中意鹹，有人中意甜。我作為一間餐廳，我只會做一件最大眾化嘅嘢出嚟，因為我嘅目的係吸納客源，而唔係吸納美食家。當然啦，如果你要去做間五星級米芝蓮嘅，咁你有權玩呢件事，但我未到咁嘅 level。但你冇諗過話，其實想從你自己整嘅嘢食出嚟，係 present 你想人哋。哦，梗係有感受到嗰樣嘢咁。梗係有啦，即係我即係我，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有陣時，即係對於我，即係我，你當我好 ideal 喎，即係我好好理想咁樣去諗，就係話我係想。我想我 present 到我呢一種嘅口感，其實係都係大家都會中意食，或者我中意話俾人哋聽啊，這個口感係我喜歡嘅，你希望你都會喜歡。餐廳基本要做呢樣嘢。呢兩個説話有少衝突啦。第一樣嘢就係你頭先話，亦都係我頭先講嘅，就係作為做生意 ，OK， 而喺香港，而喺香港呢個市場，我只會。在我公司選擇一個我未必覺得最好吃，但是我覺得最大眾化的口味。Okay. OK， 這個是作為生意立場。是。作為廚師立場，我就會跟你們說，我的omakase不是個個吃到。你們不是試來。因為我的omakase是檸檬汁。一滴和兩滴都有分別，是薑汁用咩去薑，係啊，用咩薑汁去打，個濃度係點，配搭咩嘅壽司，我都會同你研究。呢個係我作為職人有一個考慮，但你問我，我到最後去選擇喺我自己鋪頭，我會同你講降低三個 level。剛才我說大眾化口味是第二個 level， 我作為餐廳營運，我會跟你說，我會說去到第三個 level， 因為我現在的餐廳，我餐廳的定位是大眾化，我要多，我要大眾口味，是啊，那哪怕我不喜歡那個口味，大家知道，大家 OK 就行了，我做生意的嘛，屌。唔使你要識唔識食，你咪教佢食嘢，係咪？哦，唔係，因為嗰個人對食物有個期待個，當有個期待，相對化啊嘛。我哋做生意亦都要牽帶就係價格嘅問題嘛。當我冇咁嘅價格，我教你食，屌你都我夠啦，你冇得煩啦，所以就係。你所以我都話豉油落多要話三片啦。所以舊年我同葉時搞嘥哦，我都同阿 Jesse 同阿大亨講，我話如果你哋有興趣食我媽卡車，你早啲同我講。我係中意，即係我作為個廚師，我係中意整嘢俾我嘅朋友食嘅。但係老實講，我。不太輕易落手了。
我就算而家起完落落手，你問佢，屌你對咩？又嚟啊！唔係，講我見到咋，見到佢嘅做法啫。唔好 ignore 你老細先得㗎，出嚟。我嗰、那個我嗰個做嘢，即係喺一個合理要求啦，唔、係高質嘅要求啦。嗯、我係真係好撚快嘅，即係你哋估唔到咁撚快㗎，黐線㗎！你佢唔見到，你都唔知噶。我作為個廚師，我都同佢講啊。咁未見我做廚房做炒飯嗰啲啊。但我同你講，我作為廚房咧，我最強項就係炒。我炒嘢咧，就算以前啲老細咧，都叫我炒嘢俾佢食。我屌你老母，你俾錢！你黐线嘅，咁要食到我嗰件嘢？我炒噶，我除咗我教你就一件事，你老味我炒嘅嘢，你觉得你有你可以免费食？我炒嘅嘢起码100蚊以上去计啊，一碟。你黐线！但系跟住我食完我就，呢碟嘢150蚊到。即系我系真系咁咧，都系咁噶嘛。屌你哋咩？我系有咁嘅能力啊嘛。我哋第一次滋味冇炒面啦，全国大赛啊。边款炒面啊？咩啊？你话炒面嘅？乜炒面都得系嘛？定系纸公仔面啊？定系公仔定？唔系，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咧，第一次大赛咧要震撼嘅。喂，唔震撼，边有信令怕？喂，你记住啊，阿飞，我同你讲啊，如果你要我出场，你一个礼拜之前同我铺天盖地 YouTube、Facebook 乜捻嘢都好，同我宣传晒。你啊，跟住讲明件事，唔系有冇人知件事？但系你要俾人知道，喂，屌你老尾，有人。教玩日本餐競技大賽喎，你我第一次唔做日本餐嘅 ，O K， 而家又改翻啦，唔係冇，炒面一定要用好多，你頭先話你要贏啫嘛，日式可以炒面，唔係日式都可以炒面，切洋葱啊，食啊，究竟底面炒面啦，定日本餐定切洋葱啊 ？O K， 同埋定係要你贏咧？嗱，如果基本全部贏曬，唔係，喂有冇大冇細，冇大冇細，喂全部大冇細。我係全部都有聽過曬，就一次過問清楚究竟要做邊樣嘢。主持人，如果你要拉兩巴撚幣，你要唔係你係啊？巴撚幣啊！啲人現場仲有冇人喺 chat 啊嘛？有。喂，唔該幫我出句嘢屌咖啡啦！唔係我真係唔好意思屌佢啦，屌你老母！呢條柒頭，呢條柒頭喺呢個 moment 同我講呢句嘢。你求先，你先先买呢个先，你冇大冇细啊，系咪？唔系咁你想，唔系咁你系想你想耶？有冇？阿张冇走。有冇？你老细好正，有冇话系1000蚊货金城市？系1000蚊货金。喂，庄总系咪先？1000蚊系今集啊，定系5月1之前累积到？今日几多号？四月二十号之前，只需要有1000蚊货金。Thank you， 感谢。但阿飞要俾翻1200蚊现金我啊。好，系。得唔得先？公平，公道。阿飞点？阿飞点？咁点啊？我哋五月，我嗱，我哋五，跟住咧，我会如果四月二十号咧，我谂一定收到啦。貨俾阿飛，阿飛難講。貨俾阿飛，貨俾其他人係唔得嘅喎。唔係，等陣先。一定要貨俾阿飛，因為阿飛要找數俾我啊嘛。嗱，阿飛，你真係要大力啲宣傳，你真係想改革嘅話。唔係，總之4月20號嗰日我生日嘅，咁跟住咧，
如果嗰日收到呢一個貨金咧，咁我就會同大亨同 Jesse 傾，咁就睇下五月一號滋味無窮，我哋玩咩比賽啊？好，即係到時候十日嘅準備。玩咩比賽？就第一次咧，就係、是、我同大亨同 Jesse 三個人決定。好，好嘛？哇！咁我谂呢、這个真的、這個、完全系完全系大家越时一定认同啦。系啊 ，share 我生日做一个定位，好啊。生日之后有十日，我同大亨同 Jesse 去做一个游戏方法。OK， 咁我谂完全足够时间，足够宣传。阿飞系要你出面先请。你真系 share 喎、啊，你真系同埋要做喎、啊。交俾 AI 打。如果呢件事，如果呢件事喺全国大赛当日，全国大赛，全国大赛，全台啦，全台大赛啦，唔好全国啊，全台大赛。五月一号嘛，五月一号嘛，咁五月一号我俾十日时间你，到五月十号喺 YouTube 10,000蚊，10,000个 like 系咪好过分？五千个 like 呢、這個唔係我 share， 依個係我宣傳。可唔可以？你收聲。唔係三千秒回。應該呢個你幫我做。嗱，我會 share 嘅，應該到時候。你收，我真係會 share 啊。你收聲啊！應該今晚好啊。滋味無窮有 top line 有節目講啊。係。你幫我就寫曬呢篇嘢出嚟。哇！勁啊，英哥！我出面，勁啊，英哥！我幫你寫。你記住，整合下幫手。個 topic 就係滋味無窮，大革新。哇！4月20日定係咁撚多。好，個題目就係咁啦。好啊，跟住我 check 裡面嘅內文，裡面嘅內文就係4月20日，阿飛收到1,000蚊，要俾翻1,200蚊 Jason。哇！呢個好緊要啊，呢個我係最緊要嘅啫。呢個先。跟住咧就寫明4月20日收到1,000蚊貨金。哇！護士姐姐係啊，勁！咁Jason 會同 Jesse 同大亨傾，5月1日傾咗先，搞熱血時報全國大賽好甲子園，誒括住象太壽司，象太的壽司係啦，得唔得應該？哇！真係點啊？我護士姐姐呢個話，你睇好似護士姐姐喎。我係護士姐姐，護士姐姐係男人嚟嘅，好似嗰啲網片咁咧。係男人。網妖啊！網妖。唔係。有冇？然後護士姐網妖咩啊？唔係你啊！你撲街啦！玩出嚟玩咩？玩。咁嗱。玩啦。咁又咁講，就算冇1,000蚊咧。我都會人企佢嘅人工扣嘅好啊，咁所以咧，你呢句説話咧就唔使咁早講嘅，你去到19日先講嘛。好威咯，你擺宣傳嘅人點啊？1,000蚊。所以咧，我哋一聽到就冇人播嘅。我哋咧，誒，我係喎，開緊麥。開喎，係啊，開咗麥啊。算啦，啱。飛哥即刻變臉啊！我唔好意思，我唔慣做節目。唔係，但係唔係誒，你哋都係做廚噶嘛，識呢啲啊？唔係我哋五月一號，其實依度冇乜做廚嘅啫，揾件事玩下，唔係玩，冇所謂，玩到係玩到，唔係玩啊！唔係啊！我覺得係
你覺得自己起碼你自己食落都食到落口嘅，你冇理由整啲唔係 exactly， 我唔會要求你煮個乾炒河俾我食，真係唔得嘅。呢個乾炒河真係，我同你講乾炒河唔係係人整到，真係好係。整得完星洲炒米，但係倒翻轉頭，喂，我哋到時用一個好簡單嘅要求，唔冇五月一號。你 cap 俾我啦，就打嗰度冇用嘅。cap 緊啦 ，cap 緊啦。同埋嗰個唔可以喺表。唔係宣傳咗，跟住再叫人課監一撚。喂，係啊，唔係簡單講句，喂，參加挑戰嘅就叫佢哋是但一個去街市買。買咩？唔係你直接佢寫啊，伊麵烏冬。係。跟住求其揀是但一種三種肉，咪俾佢哋揀，是但揀一種。嗯。哦。喂，你其實不要話一個班美食好撚嘢啊！個問題，我作為參賽者嘅話咧，咁我就唔好意思係提供資料嘅。咁但係如果喺四月二十號之前我生日，你將我擺咗上神台，係咁我就唔參賽啦。我在你哋比賽之前，我就做 solo。哇！屌你哋咪勁啦，係咪？唔參賽，但我 solo。係。屌你哋咪，我眯埋眼前人衝。下個禮拜我眯埋眼咪蘿蔔，係嘛？係。下個禮拜我教你極速湯三文魚。哇！好啊。係嘛？喂喂喂，我學唔到啊！滋味無窮，滋味無窮。我就覺得。不熱事有才能人，喂，哇！飛有一百蚊貨金啊！哇！哇！有啊！哇！開個頭啦！開頭啊！一百蚊貨金啊！接受嘅，喂，唔係啊！一百蚊啊！飛啊！改革啟動基金啊 ！OK OK 好啊！嗱 ，OK， 我哋以後就即刻改革啟動基金，就係個暗號。係係係啊！暗號係俾我噶。如果唔係，阿飛以為係佢攞翻嚟嘅改革啟動基金啊！Jason 好嘢，最好嘢。Jason，Jesse 及大亨商量決定五月一號之美無窮。喂，依個係你頭先講嗰啲題目嘅，呢個勁啊！依個大魔法師課嘅，我覺得感謝。做節目就係要做到咁啊！喂，超級無敵掌門人點解好睇？好睇就係好笑啊嘛！喂，熱時嘅圈子，大亨成日同你嚟講 share 出嚟，我覺得。不是 我作為外人啦，其實講真 ，share 得幾多 ？share 個問題係你哋作為主持都收收斂斂，都冇新嘅 concept。嗯。喂，我哋試下滋味無窮。唔係我又咁講阿飛，講真嘅，我頭先都講啊，我係諗住八九月。撩取我自己做 YouTube channel 嘅，所以我減肥嘅，堅教我堅我一個月減咗7K-8K 嘅，跟住我之後係完全有曬 setting， 我諗住做。喂屌，咁你嘅事 OK， 知咩冇講？呢個 moment 玩呢個遊戲啊，咪一齊玩，玩撚大，怕咩玩大啫？玩大咗我哋會輸咩啫？嗯，輸嘅就係你嘥咗時間去做宣傳。是你不做宣传你一点都不输，你们不嬲都做紧。但我跟你说要做生意要去宣传要玩大他。什么东西叫玩大？玩大他就要铺天盖地。正等于我跟你说第一日的竞技比赛，如果你跟我说屌你老妹煮个干烧意面，你不要叫我来啊，你得失了我的职人啊。我是一个寿司师傅，屌你老母，要玩玩捻到底，叫大亨，叫 Jesse 坐喺度，我就即刻捻个十，我自己我马卡西俾你睇。喂，你有人挑战，你咪行埋嚟咯。1000蚊啊，真系抵。咪你行埋嚟，抵到烂。我同你讲，我要收3500蚊。咪就系咯。但系如果有人挑战，又系咁讲，如果你叫我整咩去食，我同你讲，呢件事冇意思。這個滋味無窮沒意思，他坐在這裡吃。嗯。但是如果你又認識，你又有個奧馬卡西，你又有自己坐的。那我們玩一個奧馬卡西菜單。3000蚊奧馬卡西菜單競技比賽。
你老母呢件事就擺出嚟啦，咁我同你玩啦，咁咪叫佢哋算啦，我又唔介意整啊，唔系你明唔明啊？好玩喎，好玩啊！咩叫 selling point？ 唔系你即刻觉得好玩啊？嗰件事个 selling point 玩到几捻大？嗰件事就系、是、屌你老尾，你个节目有咁大嘅时间，喂讲真啦，一点钟我哋做主，呢个系我哋黄金时间。我哋收工翻屋企沖完涼就係呢個時間。你哋個滋味無窮，到今時今日，屌你老尾嗰個炒蜆，八十八蚊，八十八蚊。冇，我同你講，我同你講，你真係浪費資源啊！你真係你真係嘥撚咗邊啊！屌你老母坐喺度㗎啦！唔係講真㗎，你問我，你問我，我會咁同你講。冇浪費，冇浪費。啲人都食得好開心嘅，其實。唔係，但係。唔係當然啦，唔係同道理啦，同道理啦。當大亨唔要求你哋，我作為一個額外人，我去玩呢件事，我只會同你哋講，我睇到作為一個節目，其實點樣令到個節目有趣？個節目有趣就係大家你屌我，我屌你，玩撚大佢啊嘛。嗯。乜件事其實好撚簡單啫，乜講真㗎？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哋唔明嘅，唔明啊！我琴日先同阿飛講，我琴日先同阿飛講，上次招募主持咧，April 嗰一次，跟住再對上就係阿飛嗰次咯，係啊，再對上，唔係呢兩次我都有諗住過嚟見，嗰陣時我已經係 Vanda 嚟㗎啦，嗯，嗰陣時我已經，但係我諗諗啊，唔能夠，我自己都有自己嘅發展事業，咁唔能夠。我昨天才屌鳩的，我屌你老尾，你做乜嘢？嗰件事好撚簡單啫嘛，咪即係好似而家呢個滋味無窮嘅節目。嗯，你老母，我真係，喂唔好意思啊，飛哥。唔係啊，今晚個娛樂咪就係你提供俾大家嘅咯。我真係，我真係改革鳩你嘅，我真係改撚你飽咗。喂，滋味無窮。OK， 我前一句，我前一句係喂。唔啱耐啊，三點半咁啊，我要翻屋企。真係，差唔多啦，差唔多。手講埋，係三點半。我重申一次，四月二十號之前。係，我幫你記低咗啦。四月二十號 ，Jason 蛋啊，嗰個叫 Jason 蛋。我食幾多？四月二十 ，Jason 蛋。如果阿飛收到。我唔撚理佢，仲爭900蚊啫，係咩意思啊？總之佢收到1000蚊貨金咧，呢條友咧要俾翻1200蚊現金我嘅，我理鳩佢蝕幾多錢？係咁，但係咧，你就會俾到一個信息我，就係4月20號俾到一個信息我，你老尾你叫我聽眾們就係叫我去改革娛樂無窮，唔係滋味無窮呢個節目，我就幫你改革。而我應承你哋，4月20號件事 confirm 咗，跟住我就會同大亨同 Jesse 傾。由5月1號開始，5月1號係第一次，跟住以後每一個月嘅第一個禮拜一，我會上嚟，無論做評審定係參賽者，咁啊基於貨金啊。唔系你想我露两手我 OK 嘅，咁但系 detail 我哋再讲，但系而家偏向就系佢哋参赛，但系每一次嘅竞技里面，我会教即场嘅观众唔同嘅日本餐嘅。某一個特定技巧咧，我只會咁講。你就講肉翅嘢，我教你首先已經大把人想睇啦，個個都好想睇啊！想學肉翅燒，我真係諗住要收1000蚊噶。肉翅燒係一個你一講呢個咧，已經就係個個都會吸引睇到噶。因為而家我鋪頭嘅肉翅燒咧，係唔係一個傳統嘅肉翅燒啊？我而家鋪頭嘅肉翅燒咧，係。是我夾雜了不同方法，是我的肉子燒，我只會這樣說，不是在我店裡做，
你唔會識嘅。嗯，件事係加插咗日式、中式、西式，有幾種技巧喺度。咁所以破金啊！咁啊唔係嘅，唔係啊！我原來又唔使破金。我唔係，我想講，俾你估到我就唔係食神啦、啊。咁你首先叫人破金一千蚊，你先有機會表演噶嘛？屌你老咩！你難鳩我，我就講第二樣嘢噶嘛。我都係嗰句，俾你估到我就唔係食神啦、啊。好，而家即刻整。嗱，有冇打？先阿飞讲啊嘛，阿飞讲啊，货金唔系。咁如果你想学煎蛋嘅，我元朗公司请人，你过嚟见工啦。哇，依去到咁样。但系点样都系方法。如果喺我铺头见工咧，就免费我教你嘅。哇！但系如果你系想学煎寿司蛋咧？這個是下一個條件，因為這個我plan了，就是如果我八月之後做一個 YouTube channel 基本上我的日本廚藝的所有做法，每一個做法分三級，500、1000、2000、而壽司蛋是2000元，哇，那個技法，但是我很肯定告訴你，我一定會教出來，因為我已經係還完基本步啦。咁當然啦，到最後你蠢撚到一個極限嘅，你唔好怕我上門會強姦你啦，屌鳩你嘅。咁我係唔介意你嚟我鳥取公司，跟住我去教你，令到你完全識嘅，因為我真係可以做到呢件事。收錢學票嗰個勁，係啊，唔好意思。全部都是钱，吹咩？唔系啊！如果去元朗啊，系收钱再学个炒蛋啊，有粮出噶嘛？哦，咁如果你有信心嚟元朗做，你做到可以学个炒蛋为止。系啊，但系你要学煎蛋，起码要喺铺头做三个月啦。如果我唔会教你先。哦，即系嗰次我记得。唔係，因為呢個係真係秘技。呢件事係我睇完壽司之狼，唔係壽司之神，吸收咗小野二郎嗰個煎蛋方法，跟住我自己某啲方法，我再融合咗，跟住先至演化咗我而家呢個方法出嚟。咁所以唔好意思，煎蛋係一個真係極限嘅秘技。如果你想學免費的，你起碼在鋪頭做三個月，如果不是你給2000元，一個星期一定認識。是啦，又或者到時我要到 channel， 我都好想學，好厲害，好厲害，一個星期要。我們請人，你有住元朗那麼近，你有生活時間，不是嗎？OK 啊，你都做西餐的，都提供一個方法給聽眾，即是聽眾想學，但是他可能本身有工作，咁但係佢即係你啦，你啊，你講你啊嘛，聽眾裝咯，聽眾裝咯，我自己係好中意食蛋嘅料理嘅。總之以今晚為主，我就一錘定音 ，boom， OK， 好，我就一錘定音，我就一錘定音，四月十號之前，有1000蚊貨金俾阿飛咧。咁佢俾翻1200蚊現金我咧，咁我就會同 Jesse 同大亨傾一傾。5月1日開始，我哋就玩一個熱事嘅料理達人比賽。好，咁啊，唔係呢個過癮啦。咁我會作為評審去參加先啦。當然，如果你課金想睇下我煮嘢嘅，咁你唔係貨金俾我，我表現俾你睇下咩叫眯埋眼切嘢咯，眯埋眼揸到，我同你講勁撚到爆炸，型撚到冇朋友。好，你明唔明？我溝女，我當年溝女都係靠呢啲啊，即係大把刀出街個刀喊咩？屌你哋咩轉刀啊！切洋葱，掟佢包洋葱出嚟。嗰個撒鹽師傅叫佢食屎咧。係咪平時好似時雨咁樣戴住個眼罩出街跟住？咁OK，
低價嘅，總之阿金俾到千二蚊我啦，我就作為個評審啦。哦，阿金俾得啦，唔係唔係阿飛阿飛，唔該，打俾先。阿飛俾到，阿飛俾到千二蚊我，二十號之前俾到千二蚊我，咁我作為個評審，咁我就每一個月嘅第一個禮拜一，咁我哋當然要戴亨同 Jesse 認同啦，咁我哋知面無窮咧就會。輕輕轉變，嗯、我哋每一個月嘅禮拜咧就做一個競技比賽，廚藝比賽，哇！無論係切、煮、煎、炸、炒，咁啊想我出手就俾錢，唔想我出手俾題嘅，咁就俾 view。我希望 YouTube 大家3000以上啦，如果唔係如果一個月我發覺冇3000 view 或以上，咁就滋味無窮，我就唔會再出現噶啦。係咁多，咁啊，多謝，我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多多幫忙。阿飛，係靠你好嗎？頭先唔係交俾英姑咁，做到你 share， 我個 share 啫嘛，英姑應該打，英姑係做，英姑係做。做秘書，抹低件事，處理事情係你去做，即係唔係 share 啊？係要宣傳，我唔係 share 啊！多謝多謝，先咗，我真係 PPT 啦。先 ，OK， 冇電過車，我真係冇電，我真係會同你講，我 share 咗啦。如果，多謝你，感謝你。如果最後嗰樣就係，如果每一次。嘅競技比賽，即係每一個月頭一個禮拜一啦。係如果唔好講錢啦，真係開心嘅。我應承大家係日本餐裡面某啲技巧，每一次競技比賽之前，我會搞啲出嚟。喂，好啊，呢個吸引啊，係啦，我會搞啲出嚟，無論係包卷。鏈壽司、湯魚，任何嘅嘢，咁我諗一年啦，十二樣嘢，你認真想玩嘢，到我開 YouTube channel， 應該唔係呢啲錢啊，咁啊，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Jason 咪等 Jason 俾2000蚊根據可，對阿 John 講嘅，嬲撚到唔俾阿飛，寧願直接俾錢金我，俾多一倍都唔俾阿飛。冇啦，咁你照俾阿飛啦，佢會俾翻我噶啦。唔俾啊，最緊要係節目，節目可以做到效果。我諗呢件事我都想嘅，大家都開心嘅，嘅族群啦。係，冇錯。好啦，咁啊，系啦，好啊，多謝你再一巡地方，究竟係 Jason 係 Jason 生日 ，Jason 蛋 ，OK， 系啊 ，Jason 蛋，我嘅一巡地方，我而家个系，屌你，由今日开始，好，系，到到4月20日，系，阿金所有嘅货金，阿飞所有嘅货金，成扎金仔都系俾我嘅，好，全部都系俾你嘅。阿飞所有嘅货金都系俾你嘅。我唔谂你系边个俾佢。阿飞所有嘅货金都系要俾我嘅，俾我。阿飞得唔得？你话得咪得咯？我屌你！哇！成月喎，得唔得？唔系千货千二啊！一千货千二，佢咪所有货金俾晒佢啫嘛？佢铺下嘅货俾晒咯。系啊，如果系啊，放水货之冇咪俾晒 Jason 啦，冇所谓啊，冇问题啊，冇所谓，冇问题啊，飞哥，喂，咁希望大家，你落嚟啲推啊，认真，我屌你，唔系个货都俾晒你啊，叫老细做嘢，台长睇到嘅，撞死你，你真系完全唔明我为你做紧啲乜烂嘢，屌你老母，我为咗钱啊，为你咋，屌你真系，唉。屌你真系，唔抵帮阿飞，我都唔抵帮啊！呢啲人真系，唉，你去扑街，扑街死！唉，你收声，唔系等翻 Jason 讲。细路仔唔识收晒，认同咗一件事啦。总之由今日开始，嗱，呢个录音作证嘅，由今日开始，由呢个 moment 开始，所有阿
金阿肥，打俾佢啦，不如唔使收貨金，直接打俾阿金。因為黐住佢，打俾阿金。因為阿金呢一個人咧，就係啱啱天佑移民裏面誒。我發覺對我最重要的其中一個人，所以佢唔知屬金仲係叫阿金。我對住佢，我真係冇乜特登去理。唔係唔好意思 ，OK， 重新由呢個 moment 開始，3:40，幾多號啊？21號啦。3月21號凌晨3:40，阿飛。由呢一个 moment 开始，到4月20號嘅23:59，所有嘅货金会全部现金折现俾廖翠珠神，而呢啲钱会作为竞技基金。咁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所謂嘅競技基金喺邊度咧？嗰個原因係我哋喺呢個 moment 想去決定一件事，就係由4月20號，如果有足夠嘅金錢咧，咁我哋由我廖翠 Jason 咧就會同 Jesse 同大亨。傾一傾，每一個月以後第一個月裡面第一個禮拜一嘅滋味無窮咧，我哋就會搞一個廚藝競技比賽。咁嗰啲貨金就會去贊助呢件事，所以阿金爾係啊，唔係阿飛爾係以後係以後係冇錢收噶啦，全部就係掉曬啲錢落去嗰個競技基金度啦。有冇問題？冇問題啊！你係邊個？我係阿金，唔係阿飛。你係阿飛，係唔係阿金？頭先我講嘢冇問題，冇問題啊。OK， 咁以後所有阿飛。嘅貨金，以後全部到4月20號啊！我理鳩你，我理鳩你啊！所有就擺落去嗰、那個廚藝競技基金裏面。咁喺熱時裏面，我希望大家一齊支持每一個月嘅月頭嘅廚藝烹飪比賽。改革滋味無窮，改革滋味無窮，令到滋味無窮。變做一個係有趣味性、有競技性，甚至係有學習性嘅一個節目，好有教義，好嘛？好，有決定。最後我應承就係嚟緊嘅12個月，每一次競技大賽之前，我會講一啲每次會講一項日本餐裡面嘅技巧。我会每一次讲一项出嚟，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好，好，好冇 ，thank you， 啦，好耶，饮杯，好啦，今晚都差唔多啦，咁啊，感谢我老细 Jason 上嚟帮手做咗一集节目啦，咁啊，亦都定咗滋味无穷一个新嘅计划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亦都记得4月20號 Jason 诞啦，就系、是、一个 deadline 结算日啦。咁啊，结算日啦，所有都系掉晒落去嗰、那个嚟紧嗰个全国大赛嘅。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参与或者想玩嘅咧，我讲主持有兴趣参与啦，即系太子而家都蠢蠢欲动，或者护士姐姐，系你啊，系啊。唔係當然啦，我覺得如果當然要同大家同 Jesse 傾啦。喂，如果有聽眾有興趣一齊參與嘅，嗰、那個要係啦，再傾再傾，因為時報之外，其實我係有其他空間去玩全國大賽嘅。係啊，所以有興趣當然啦，報名要俾錢啦，唔該。咁但係我哋先試下先。先有試咗先好嗎？試行先啦，但係總之試行，我哋而家仲爭900蚊啫。
咁啊，因为1000蚊咁啊，先会 Jason 会嚟做评审嘅。系，如果冇 Jason 呢个全咩角大赛啊，只不过就系厨房大赛啫。系啊，咁啊，所以就点都好啦。咁啊，收多900蚊就会启动呢样嘢啦。因为你话你先会同老板同 Jason 倾嘛。系啊，系啊，所以咧唔系落手啊。佢唔系落手倾噶，倾噶，仲要系落手，落手系要另外一笔噶，另外。我只手捻寿司，每一粒都系钱嚟啊！冇错。系啦，咁啊，今晚就嚟到呢度先啦。咁啊，感谢咁多位嘉宾陪到我哋咁夜，都感谢大家收睇收听啦。多谢 Jason， 最紧要。多谢。之后有货金，因为好难得有货金啊，俾多一栋。有啊，头先有100蚊咯。咩？启动基金咯。启动基金。你噶啦。你嘅系啊 ，Jason 100蚊。系 Jason。系啊 ，Jason。尽诉心中情，拜水月。喂，水月 ，thank you。好。上次饮完，再饮过，下次佢。下次再快啲饮。劲啊！其实都好多人。改革启动基金。Jason 100蚊啦。阿飞，快啲讲啊！我系100蚊就系改动启。改革启动基金系啦，好攰。喂，水姨多谢多谢，水姨真系有机会落嚟打电话俾我，落三代桥，我同你饮到尽。好，我哋搵人。欢迎。水姨自己去啦，咁啊，好啦。我话你咁讲嘅，佢哋饮嘢嘛，咁关咩事？我招呼嘛，咁啊去记得去做咯。我约埋水姨落嚟。你约佢落嚟定咩？你做水鱼落嚟啊？约水鱼落嚟。你约水鱼落嚟冇啦。水鱼劲啊，水鱼。你落埋先。落嚟啦。好啦，咁啊，今晚嚟到呢度啦。大家今日收睇收听，好，晚安啦，拜拜。拜。睇完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